这么大了还会买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看阿姑的旧宅，阿姑，你是不是说你要把这个旧宅给它干掉？是啊。整栋都卖了吗？整栋都卖吗？还是单卖一间？你看着办呗。卖一间是吧？卖一间。我们先看一单间是怎么样子。好的。走。你兰花，你好好看哦。准备卖豪宅。豪宅。走。八十栋。参观一下阿姑的豪宅，参观一下阿姑这一套豪宅。回来，回来搬家了。快要搬东西了不？搬东西了。对啊，摆好了。好多福利哦！阿姑你舍得卖啊？这么亮啊！我喜欢这个冰箱。那你扛回去，扛回去呗。哦、哎呦，都发霉，哦，臭的了，都长毛了都。不会吧？那骗你的。啤酒杯是真的是长毛了。我那边水一万小也是跟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一下阿姑这个豪宅，这套豪宅要卖了。对吧？这个是什么？老板。这里空气相当好，绿油油的，看到吗？对。我还是喜欢农村，让我们参观一下。阿姑卖多少钱这一套？我卖了大，你说，那你说知道多少钱？给我啊。按市场价啦，2500一平，你卖给我。你想得美呀、啊！还长得个钱，我长得丑。2500，这个要7000-8000一个盆，一个盆你哪里买呀？我要把这个搬回去放衣服。这是学区房，所以你都不知道。哎呦，阿姑这么多 LV。明白包包哦。哎呀，好多明白包包哦。一个包包给我哟。哎呀，全部都是我的。这张床我喜欢的。就反正床也贵，这床头贵我喜欢，都喜欢，都喜欢，我觉得都喜欢。我还能去买个，那种条跟它降生的对不对？那还有八条给我不？你不要哈？还有八条给我不？那个大条还给你？他给我给还有八条给我，笨蛋。现在在美国，我给个天才大给你。漂亮。看看美国给个天。一卧一厅。44.6平米。预计出售价格一部手机。哎呀，说的了，这么不值钱去哦，人家那一个巴掌。50万啊。嗯。我回去，我回农村了啊，你们在这里了啊。我们在这里了，我回农村，拜拜。50万哦！这个床我睡了好多天哦，这可以买呀！我们喜欢这个啊。等一下就搬回去了。放哪里去？我妈的房。放她房间干什么嘞？是啊，那个我小姑姑回来啊。放她房间干什么？不搬了，老贝。没事的啊。刚才咱们参观了一下这个房子，现在姑姑要把它卖掉。50万呐，值不值？不知道啊。人家都给钱了，值不值？我是问老肥，问老肥值不值得？人家都给钱很好了。我又没买过房，我怎么知道？反正给我是不值得了。哎呦，我干那个才去了20多万，就宽哦。这里没有，那个是人家那个是城市嘛。城市的夜晚霓虹灯璀璨，一段白牡丹，
好，啊，是吧？阿姑已经卖掉了，我们今天来把这个家具给它清掉啊。视频就到这里，50万的豪宅都是阿姑的。行了，我哭的。我们跟大家，哎呦，刮散啊！好，搬东西，准备收工回去。好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